来了来了，郑小姐来了。郑小姐是费氏集团的千金，喜欢林总，但不被接受。每次来谈合作，把公司搞得鸡犬不宁。喂，你站起来。啊！林静这公司怎么什么人都招啊？你这是 cosplay 吗？那你这是扮演的什么角色啊？山月只是习惯穿这件衣裳，并无其他。你们公司啊，乌烟瘴气太重，有个徐艺荣年纪临近，趁又来一个怪物啊。小姐嘴下留情，徐小姐慧心兰质，能力又强，是林总的左膀右臂。至于我，穿衣打扮是个人喜好，听说你们这里都讲究什么个性，难道我就不可以？还敢顶嘴啊！你，我一没做错事，二没加害于你，你凭什么动手打我？把他给我扔出去。费小姐，何必跟一个失忆的小姑娘一般见识呢？林总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了。徐艺荣，我要把你们公司搞垮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，你给我好自为之。你费家的财力物力，谁人不知？费小姐没必要隔三差五强调。哼，这个费小姐为何也如此眼熟？一见到她就能感受到汹涌恨意，我到底哪里亏欠她？点菜，你会看菜单吗？这上面是菜名，这数字就是价格。已经略知一二。谢谢，今天是你请客吧？是吧？嗯，好啊。山月来公司，我还没请他吃过正经饭呢。不必不必，如今啊，我也是拿俸禄的人，有钱花呢。我不管你俩谁请，反正请我吃就行。给我来一个葱烧海参，一个鲍鱼饭，这澳洲龙虾是新鲜的吧？等等。你确定你要吃这些？对呀，我对待吃饭这件事可是很认真的。我们俩还是先走吧，他这顿饭我们可请不起。什么呢？请人吃饭还帮人点喜欢的，这也太小气了吧！你刚才所点菜是一人花费就要上千元，以你我的薪资，着实难以接受啊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打算就点个酸辣土豆丝就给我打发了？那倒不是，点几个家常菜呗，一不过节二不庆生，铺张浪费多不好啊！小气巴拉的，还矫情。姑娘，若是你想吃那些山珍海味，也未尝不可。我们只需要各自付账就可。七七，你们管这叫什么？你说的 AA 吧？对，就是那个什么 A， 荷包明免，无力承受，小姐还请见谅。哎呀 ，AA 多见外呀！瞧你们说的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来，服务员，还是他请客。给我来一个报酬卷心。看到没？他只要吃别人的，就算吃空气他都乐意。笑死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在用膳的路上跟他说话了。妈不放心你，让我来看看你。这是妈让我给你带的特产。我过得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你倒是哪里来的寒酸味，真是挡也挡不住。你说谁呢？算了算了。我说错了，平时看你土里土气的就碍眼，再看看你姐姐这苦穷酸样，真是一个妈生的。还是快滚吧，别脏了公司的地方。我看应当滚的人是你。这位姑娘的姐姐不远千里过来探望，你不行待客之礼便罢，还恶语相向，当真上不了台面，小气至极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多管闲事。我偏要多管闲事，与你何干？关山月，我看你是怎么想同我动手。我劝你还是省省。疼，还不快滚！这是我同事关山月，人特别仗义。谢谢姑娘了。关小姐没有时间跟我吃饭，倒是有时间助人为乐。公子不做工吗？为什么总来我们公司晃悠？这不惦记着你吗？刚才林总家看是对什么特产感兴趣吧？我只是看他们姐妹在一处，有一些羡慕罢了。我便不知道自己从何来，家中还有何人，更不知自己此生是否还能与他们相见。关少的精力已经被牵制住了，可以收网了。如果你觉得孤单的话，你什么？林总。我的员工，我自会照顾。